到咩市场技以制宜？你见到大陆嗰啲毒，你靠嗰啲鬼佬嘢黑唔到嘅，太屎！大陆整嗰啲毒系超劲，炼毒高手啊！跟住啲咩咩嗰啲咩啊，金融嗰啲咩咩星宿派啊，定乜鬼嘢专落毒嘅，你搞唔掂嘅。你一定系要，如果你系成日要即系工作需要，有啲人要翻大陆就要做嘢啊，成日带 notebook 去上去做嘢，即系连网咧。你我劝你啊，装呢啲，讲真嘅。即系唔系卖广告，喺啊嗰度啲毒，你又要用翻嗰度嘅嘢嚟解决。你有冇听过？即系古装片有个道理咧，诶，你喺山上面咩俾蛇咬到，佢话咩方圆呢度唔知十里之外必有之内就必有解药嘅。即系例如话你喺山顶啦，飞鹅山，唉，飞鹅山啦，咁你。被蛇咬到，咁咧就你喺飞鹅山山顶嗰度，方圆之十里之内咧，你就一定会揾到啲唔知咩草药系专黑呢一个毒嘅，一定系咁。所以你又系咁，你喺大陆揾食啊，成日要喺嗰个上网嘅，你就装翻嗰啲嚟黑翻佢。如果唔系你装嗰啲咩诺腾啊，听食屎，你好快你首页就系考一二三多个，唔使问，一定系。好快，你唔知咩事嘅。你大陸嗰啲毒你中咗，你真係唔知咩事。因為例如你上大陸交流咧做嘢，通常又逼你用咩 QQ 嘅啦。因為大陸嗰啲同事一定係用 QQ， 哇 ！QQ 又係另一個散毒高手嚟嘅，哔哔哔哔，跟住你又唔知點樣無啦啦中鬼咗毒，又係好多問題。所以你係焗住要裝呢啲防住佢咯，嚇、啊。有人话咩？咁好奇啦，考一二三呢啲害人嘅嘢，点解人哋仲俾钱佢？因为呢个比赛，我唔知360安全卫士系咪考一二三系嗰位兄弟讲嘅，我唔肯定啊，我应该唔系。佢就系佢而家咧呢个比赛系点咧？就系、是、叫晒啲防毒公司去嘅。点解要去防毒公司去 hack？ 即系去试下破呢啲 Google 浏览器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你要识得。你要想到啦，有呢啲漏洞，咁你呢啲防毒软件咧，先识得帮人哋封，咁所以佢就系咁样啦。佢啊，点解佢要设计呢个比赛咧？就是、考验系嘛？咁你防毒嘅人，即系好似大夫咁，你识得医人，你同样都识得毒人啦，就系、是、咁样的道理。你识得毒人，你又识得点医？啊，落毒嘅人一定系会识解药噶嘛，系嘛？你知道点样毒？咁你就知道，哦，就係、是、有邊度漏洞，明個道理就係咁咯。點解佢要搞呢個比賽？就係、是、逆向思維，就係、是、哦啲黑客咁樣黑，點樣偷你資料啊，成啊綁你首頁啊，咁你要點樣做咧？咁佢就哦好啊，咁你識得咁綁，咁你就咁即係代表你呢個軟件識得點樣幫人補鑊啦，修補啲漏洞，明啊？我识噶，有人话咩啊？又话一日解咗考一二三，你劲咯！有啲好湿滞嘅，你解到点？你梗系唔俾人绑好过咩啦？你有得拣嘅话，系、啊、嘛？好，有人话360都好难铲啊，好难铲咩？我试过铲好容易啫嘛，佢会问你点解要铲啊？佢问长问短嘅。但你都可以洗到，我中意洗你又唔使问，佢问你咩原因吓？点解啊？你可以你乱咁答，你都系洗到嘅。我又有试过，我好公，我呢份人又好公道，就唔会话咩偏帮。我系好似咩食龙嗰个咩过洗头水，我就系咁。我用过，冇乱噏廿四样，冇加咩特效，行气行瓜行呢啊行有，我系有试过用。所以你哋，我講得出咧，我係有用過嘅嘢，我就可以實話實事講個用後感想俾你聽。如果我冇用過，我就會話戴定頭盔先。我未用過，我都聽人講，我就會好清楚咁講。好，總之啲防毒呢啲嘢，我認為就係你要因應地方嚟揀擇咯。好，你喺香港你就可以。你梗係可以用翻呢啲即係鬼佬大牌嘢啦，但係你上大陸我就係咁講咯，你可以考慮試下用呢啲咯，就係、是、咁樣。哦，總之電腦嘅嘢一定有啲漏洞定咩，就好似啱啱講 AlphaGo 呢啲咯。
戴定头盔先啊！即系呢啲所有嘢我都系即系一啲普通嘅意见啊，或者点咯？即系可能有咩讲错啊？你哋自己上网揾资料啊！黐线！你自己揾资料去睇睇啊！啊！又话上网正正经经使咩装到咁型啱，同意嘅。你哋上网啊，好似有啲兄弟好中意上啲咸网嗰啲嘅，好容易。点解啲咸网一定要中毒咧？点解咧？就系、好简单，因为佢你中咗毒定点样啊？佢哋先有机会搵到钱定乜鬼嘢，类似系咁样咯，偷你啲信用卡，我唔知系偷你密码咩钓鱼。有时 Google 浏览器咩你正在咩被钓鱼咩攻击类似系咁样咯啊，所以啊讲啦好唔好嘅？你平时上网正正经经啊，唔乱咁 at 啲陌生人啊，唔乱咁复啊嗰啲咁，你啊正常冇事。有啲 email 咧一睇就有啲 email 啊，有啲咸湿 email 就咩 sex 唔知咩，你啊即刻揿入去咪即刻中毒咯。我一見到呢啲望都唔使望，即刻抌落垃圾桶嚇、啊！喂，你講開又講，你講邊個郵箱最廢？邊個最多？有冇討論過？你有冇試過討論邊個郵箱咧最多嗰啲垃圾郵件、啲廣告啊？嗰啲極多垃圾，我話俾你聽，有幾個。我話俾你聽，第一個咧，我用過最多垃圾郵件咧，我分享就係新浪。以前咧，新浪咧先拿咧一開頭推出咩100Mbps郵箱，好威勁啊！系威系细，当时已经好多，即系讲紧而家你 Gmail 闲闲地都有几 G， 就当然唔系嗰回事啊！嗰阵时人哋一开头根本未有呢啲咁嘅嘢，吓、啊、好多人讲 Yahoo 都多嘅，系的确多啦，有好多嗰啲，佢本身自己已经好多咩奇摩啊，成唔知乜鬼嘢又弹一啲嚟，好多啲台湾佬嗰啲唔知乜鬼嘢垃圾邮件劲多，吓、啊。新浪啊，勁廢 ，Yahoo 都好多，即系 MSN 嗰個 Hotmail 啊 ，Hotmail 又係多到黐孖筋，又係極多嚇、啊。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即係冇 check 到咧，即刻塞到爆鬼曬，我話俾你聽係黐筋。之後仲有咩 ？Gmail 都有啊，你唔好以為咩 Google 冇啊 ，Google 咪一樣係清唔曬都 OK 多嚇。啊Yahoo 个 email 好废，以前用 XP 一星期中几次毒 ，E-class 系学校嗰啲啊嘛，啊啊，又话 GB 毒激个咯，咁读 GB 有冇错冇啊？几多 GB？ 几多啊？有咩问题？佢简写叫 GB， 你又可以读 GB 啊？边个话一定叫毒激啊？Gmail 起碼冇 Yahoo 咁多嘅，你可以咁講嘅，係啊，啊係啊，你而家好多人喺度講咩 iCloud 勁啊，乜鬼嘢，你都傻仔。今日嗰個比賽就係有啲人就係 hack 嗰啲咩360嘅示範 hack 埋咩 Safari， 佢話你哋以為咩啊？蘋果啊，蘋果嘢最好啊，唔會中毒啊，即刻 hack Safari 就係嗰個蘋果嗰個瀏覽器。吓、啊，嗰个乜鬼啊？指南针定乜鬼嘢？嗰个 icon 嚟，佢就示范，全部都 hack 到你。而家苹果唔会中毒嘅傻仔，只要系电脑就有机会中毒。你呃自己嘅，我话俾你听。好，所有系电子产品嘅嘢，人哋要玩你 hack 你嘅，一定有机会咯，就系咁。咁你多人用咁嚟，边度多人用咁，梗系多啲毒啦，大佬。同埋都。咁你當然都係有嗰個嘅，即係例如話你嗰個平台寫得好啲，就自然難啲解，即係難啲讀佢咯。啊，蘋果係好似以前係少啲讀嘅，的確係，但係而家你 iOS 咁多人用啊，即係咁多人睇準你班友仔咁中意用 iPhone， 咁樣賊都識得開啦，係嘛？用 iPhone 喎，而家嗰班打靶仔用 iPhone， 實好多錢啊！我黐線，挺有錢嚟啊，係咁啊！系咁啊，掠半条街啊 ！iPhone 6S 拍屎啊，7000多蚊啊，咁即系有钱啦、啊，咁啊即刻对住你哋嚟 hack 啦，咁贼唔系傻啊！我见到你用嗰啲叫做用嗰啲
吓，嗰啲好平嘅 Android 机咁千零二千蚊，唉，呢啲都系穷穷鬼嚟嘅 ，hack 呢啲都冇肉食嘅啫 ，hack 佢张信用卡嗰啲信用额啊最多唔知几多几多，跟住同埋你哋好中意炒 iPhone 啊，我 iPhone 可能已经 save 咗几廿万张嗰啲咩信用卡资料，即刻对针对嚟坐，系嘛，咁咪会有呢啲样嘢咯，所以你冇可能系完全安全。你哋手机会唔会装防毒软件啊？会唔会惊到要咁样吓？好似好少人攞洗手机装防毒软件啊！好，又话咩低能仔 iOS 系无敌嘅傻佬？呢啲嘢就系井底之蛙，黐线嘅，有咩系无敌嘅？傻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！话俾你听，好。你知唔知大把人啊？嗰啲咩 jailbreak 啊，咩越狱啊，大把啦、啊。无敌就唔会俾人 break 到啦、啊。最劲系通常电脑专家话咩 Linux 定乜鬼嘢，嗰啲嘢先最劲啊！用吓、啊、我唔知道，我未用过。究竟咩 Linux 仲有咩啊？仲有咩 OS 啊？除咗咩 Linux， 好似仲有一个唔知咩。又系啲唔知道高手先用嗰啲啊！我唔知咩嚟啊！系啊，揾机会，有机会我都想，我黐线，有冇搞错啊？啊 ，Unix 啊，系咩 Unix，UNIX 啊，好似系有一个咁啊，我唔肯定。Linux 系咩 ？Linux 啊，好似系嘛？系咪咁读我都唔知，定读咩 Linux 我都唔知啊？有几多人有用呢、這个這個 software 呢、這个 OS 唔系 software 啊？又咩射得差，黐线咁近咁行射落去，点知啊？又话咩用咗七年 iOS 未中毒，可能你中咗唔知道，最人生最痛苦莫过于你中咗毒都唔知道，话俾你听。我话一老友，哇、哦！喂，佢未入波已经可以做定动作，黐孖筋啊！即系佢已经判定咗啦，大佬有乜可能啊 ？shot 噶，你睇，哇！已经可以做，哇！你睇，已经判即刻打紧关斗啦，黐孖筋啊！终极黑哨，呢个系喺咩嘢事啊？正常系冇可能做到呢样嘢啊 ！EA 迫害啊！点解会咁样啊？你睇。未碌入去已经打定关斗喎，黐线！呢啲喺国际足协会即刻俾人告啊！你仲要话唔尊重，话你喂未入波你吓喺度打关斗咩料啊？精神病啊！啊！不君子行为咯、啊，呢啲系讲真好唔得噶咯。喂，夹定噶同嗰个电脑讲真。啊！哎呀！入啦，黐线啊！对面封咗结界，又话我中咗考一二三，我 PS 四考一二三，哎，靓啊，中到最快好波啊！吓，我已经破咗越狱啦，成功解毒吓、啊。你有冇见过人哋未入波就喺度庆祝啊？吓、啊！打定關鬥，好似有試過未入波，即係以為入硬慶祝，但係最後失敗，係有試過嘅，啊！又話啱啱 search 考一二三即刻中咗，我都叫過你，我都講到明係讀你嘅，係都要試啊嘛，我都冇辦法啊，大佬啊，我都有講過話唔可以，即係我都有話考一二三係讀你嘅。你咩次次好似我一讲亲呢个话题，你都假噶啦，扮晒嘢，根本系冇人去。提提大家啦，星期日咧就会有个活动咧，哇，黐线啊，戆居啊，摆乌龙噶呢一球，其实系，系嘛？你睇下，铲落去。系咯，唔系摆乌龙咩？点样计佢入啊？关你鬼事，唔系你入嘅啊？系咩？今日提提大家，
星期日咧有个活动嘅，达潮已经征用咗喺星期日晏昼3点至6点咧，你可以2点都到嘅，但系正式开始时间系3点，达潮已经征用咗吓、啊、包场啊，铜锣湾嗰个 HMV， 你哋到时就当然有好嘢啦，我搞嘅活动肯定好噶啦，任饮任食不在话下，吓、啊、仲有礼物派，我玩游戏打机。有嗰日現場又會派8隻 Need for Speed 嘅遊戲嘅，咁同時咧亦都會舉行一個砌車比賽嘅，即係你可以將你又可以喺 game 入邊咧，你可以設計你自己專屬嘅車啦，咁啊設計得靚嘅最靚嘅兩位兄弟咧，就可以得到 PS4 一部啊，即係 total 係送2部出去。而嗰部機入面咧就會包埋一隻 Need for Speed 嘅遊戲嘅，即係每個人咧可以得到一部 PS4 同埋一隻 Need for Speed 嘅遊戲，價值非常高啊，非常豪華啊，獎品豐富，總值超過有冇10,000元啊？都差唔多噶啦，差唔多計埋飲飲食食都肯定過10,000啊！好，大家記得留意啊，你可以參加，係嘛？好，系啊，好开心咯、啊！呢、這个活动，嗰、那个活动啊，系嗰、那个场啊，好靓啊 ！HMV， 黄室堡对面，你记得去啊？黄室堡对面咧，好易去嘅啫，嗰、那个 HMV 啊，个地点啊方便啦、啊，跟住场地啊好啦、啊、，HMV 鬼佬嘅嘢。唔方唔靓啊！啊豪华，我包嘅场咧包啲好嘅，啊全部唔使咩预约登记，唔使预约登记嘅，即刻去就得噶啦，轻轻松松两手揈揈去，之后去食嘢，之后攞礼物就系、是、咁简单，玩游戏，使唔使俾入场费？梗系唔使啊，都话两手揈揈，1蚊都唔使，你派嘢攞嘢又有，啊收钱。收禮物又有1蚊都唔使俾啊！食嘅嘢當然啊，唔係 cheap 噶，好嘢啊，係食嘅豪華豪華美食，鬼佬嘢，西式點心，鬼佬內佬服啊！有每位兄弟萬術練習本一本，我都話我啱啱我已經講個禮物係咩，都冇講話咩萬術練習本、啊、你想要啊？啊你想要萬術練習本啊？嚇、啊！好 ，ES 四啊 ，ES 四仲好啦，係嘛？仲正咩崇洋媚外？黐線！谂你去嗰啲，你去外国住酒店啊，崇洋媚外啊，黐孖筋啊，睇边个场靓啱用咪咁样咯，大佬系嘛？咩崇洋媚外 ，short 啊，啊有啲人之前喺度问话系咪送咩精美文具套装，我送嘅嘢啊，哇你送嘅嘢梗系豪华，如果我送系精美文具套装，系嗰啲咩钢笔一支唔知成几千蚊啊，你我话俾你听，呢个精美文具。佢系啲 cheap 嘢，话得明精美文具啊，起码有翻咁上下先叫精美，唔系嗰啲咩吓咩 Kilby 有个塑胶笔盒嗰啲吓几100-200蚊，梗系唔系呢啲啦。好，睇有冇机会聚翻啊？射啊！喂，有冇12码？可惜啊，都系冇啊。精美文具套装一般系卖紧几钱？你而家就以前圣诞礼物联欢会就好中，哇！以前圣诞礼物咧就好中意送呢啲咩精美文具套装，而家啊少啦，都少送呢啲嘢，啊！又话咩？要早一个礼拜排队排咩？排呢个你而家都今个礼拜日你点样做一个？你坐时光机翻去上个星期日再排队去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都可以咁做。但我相信都应该个场都应该 OK 大嘅，就唔使排队嘅，放心。好嚟啦，争少少啊，呢下射得好。
我哋系今铺输就系俾人逼害咯，因为我哋睇到段毅呢一场波有问题，嗰、那个人未波未入已经预先读到啊，好啊，追得靓，我哋两球都系头槌入。嗰、那个人系个波未入过白界线咧，已经可以估到，已经知道咗入波，可以确定动作，已经发现咗。国际足协已经正式销毁呢场赛事啊！话俾你听，已经将呢一场我会将呢一段片留低做呈堂证供，将呢条连结 send 俾国际足协 FIFA。哇！请问如果有球员啊喺未入波就做呢啲咁嘅动作，应该似咩？咩料啊？好，跟住咧，仲有单新闻系讲啲咩咧？就讲咧空姐啊！你知唔知空姐咧？就原来咧，空姐嘅制服咧就系有大家知道咧有咩私密嘅。咁咧，港龙航空咧就近日咧就改咗政策，佢话以前咧就咩一翻工咧，你而家请过你做空姐啦，咁咧就唔知即刻派唔知八对定十几对私密俾你嘅咁样啦。咁咧就，但系咧就啲港龙嘅空姐表示咧有咩垃圾，佢话佢派啲私密劲贴。咩一著就即刻爛，佢係咩一著即爛咧？廢絲襪，寧願咧就著自己即係掏腰包買，即係話唉貼錢打工都唔想著啲核突嘢，寒寒酸酸，好爛啊，好核突嘅。咁咧之後咧就跟住咧，佢話而家仲要改咩政策嘅？以前咧就一翻工就即刻派噶啦，即刻派俾你。啊，而家咧就即係派曬全部啦，13对咁樣當啊，哦，每人員工福利嚇。啊你一翻工就即刻派13对俾你替换嘛，大佬啊，你唔通俾一对你着臭唔使洗啊？咁你 keep 住翻工咁样，咁咧就佢话而家咧就改呗，咩头嗰8个月咧就先派唔知咩5对定8对咁上下，之后咧就每再咩再过多几个月咧先再派多唔知几多对，即系分批派。有啲人就話有冇搞錯啊？私密呢啲都即係話都配給啊，使唔使咁樣啊？做滿啊，而且派啲私密咧又勁貼嘅。之後咧又到國泰又咩仲貼嘅？好似啲人仲國泰啲空姐嗰啲私密咧，就嗰啲投訴報紙報啊，呢啲唔係我唔好又話咩小氣，完全呢啲完全唔關我事。係國泰自己啲員工空姐表示就係話咩勁廢，又系轻松，即系好容易就整烂啊，剩啊咁样咯、啊。你点睇呢样嘢？俾贴私物人嚟嘛，都通常啲公司都系咁噶啦，悭皮啊咁样咯，整啲求其整啲鸡嘢俾你，可能街市买啲唔知几对啊，一对私物贵嘅来佬货系几多钱啊？大陆嘅系几多钱啊？有人知道？咩哈哈哈哈哈！有咩咁好笑？我又佢滴下，你又讲紧奥斯卡啲队友嗰啲笑啊！哦，我又好奇你哋喺度话咩？你我以为你哋讲咩私密啊？有咩咁好笑啊？好嚟啦！时间冇多啦，嚟啊！黐孖筋啊！跑得咁快，戆居有冇可能啊？大佬，个龙门嚟啊！龙门仲跑得快我 short 嘅，有鬼可能？黐线 ！FIFA 嗰啲龙咧，系啊，真迹真人冇可能，佢倒后行嗰个速率系劲高。你其他嗰啲角，即系其他喺出面嗰啲人咧，都冇啦咁样倒后行，即系佢出型之后，佢即刻缩翻入去咧，倒后行快个 turbo， 好似有摩打喺前面倒后喷。好，你一个口十一个啊？系啊，食粥食饭喺呢两个公势啊。我识噶，啱啱俾落去斩落去龙门，有机会即刻 ban 啊！佢应该会即刻射啦，睇个款五射啊！唉，可惜啊！咩啊？祖克特一两个咯，大佬有几多龙门跑得咁快啊？大佬啊，如果通常跑得快，细个已经即刻俾人选拔去打前锋啊，打翼嗰啲快翼，通常啊系啊喺龙门你发板啊，压上去争气波。
好，我又嚟，成日铲啊！对面癫啊！我抵啊，铲中自己有抵死，非常好。龙母系咪上去顶啊？佢实 mark 个龙啊！之后我哋唔好俾个龙，你忍佢，你啊，佢肯定经过。哎呀，仲有机会啊！迪基啊，射咗佢啦！哇，吸得靓啊！再吸，又似靓啊！龙门，可惜啊，都系冇机会起到脚啊！咁出去铲啊！铲佢，你又似底啊！咁都唔入底啊！空笼咯，照再攻啊！最后一次攻势，吓，应该奇招我哋要早啲出啊！太迟发力。啊！好啦，一次啊，因为有啲兄弟可能而家先嚟啊，大家记住啊，星期日咧，达叔咧已经包咗铜锣湾嘅 HMV 嗰个场地啊，已经包咗场征用嘅场地，咁咧就两点至六点咧，你又可以过去任饮任食，咁啊三点就正式开始噶啦，咁咧你两点过去，你可以饮住啲果汁啊，食住西饼先。啊！舒舒服服，咁咧到时有礼物派嘅，啊有游戏派啦，有游戏玩碾车，咁亦都可以参加个礼物丰富嘅比赛，砌车比赛，你就可以喺 Need for Speed 游戏嗰度咧，你就即场砌部车，影低你心水设计啦，之后咧就覆落去我 Facebook 嗰个 post 度，啊咁你有机会咧赢取啊 PS4 嘅名额两位。总共有两位砌得最靓嗰两位兄弟咧，就可以赢到 PS4 一部啊！请等等，系时候转个游戏先啦。好，呢个幅图咧系由 Jason 蔡兄弟所画嘅啊，从不卡关。请等等，